啲嗰個阿咩個名？香港阿長啊，嗰、個阿成教音樂服務佢，唔係佢做教音樂嘅，咁係影響到佢。係啊，即係唯一一個香港人，啱啱思鄉就做咗個香港人，係咪啊？咁阿成肯教佢。你啱啱喺異鄉喎，識咗個人又咁照顧自己喎，咪上心咯。哇！你啊真學阿二叔擺檔啊，有嗰啲 feel 啊。可以細個俾佢學咯，學畫畫。學咗三年啦，冇停。兩杯 lemon tea 俾咗 ，OK。嗰啲領水計唔計？哦，大特寫睇下。